欢迎大家回到《驰骋有约》。今天要问大家的问题，可能很多人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你有没有颈肩酸痛的问题？肯定的，我有。我也有。其实一项针对本地21岁到29岁年轻人的调查显示，本地每10个人当中就8个人每天使用手机超过3个小时，那肯定哈。其中6个人表示有背部、颈项这些疼痛的问题。是，听起来一定都很熟悉啊。背部酸痛啦，颈肩疼痛，这些可能都是患上了所谓的电子手、电子颈。所以今天生活小学堂呢，我们就请到了物理治疗师来现场教大家如何通过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来远离这些病症。好，我们欢迎今晚两位嘉宾，欢迎盛康保健高级物理治疗师刘佩仪，刘博士你好。你好。欢迎盛康保健首席物理治疗师佘洁婷，洁婷好，欢迎两位。好，首先我们就来讲一下了，刚才提到这个电子颈、电子手，这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所以如果一个人长时间用手机啊，或者用电脑啊，就是处在一个姿势太久的时间，往往都会有让我们给大家看， okay, 就是看这个骨乳头，对，就是会可能有颈部酸痛或僵硬的问题，还有肩膀。上背部，有些人或者有些患者也可能会觉得有头痛的问题，头痛或者上臂啊、上肢，会有酸痛或麻痹的现象。是，我听说有些人如果颈肩痛的话，可能是后面颈项这里这块骨头有点移位，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严重？不是啦，不是移位啦，可能就是酸痛和僵硬的问题，不是移位，没有那么夸张。对，但是还是呢，这个病要从浅中医。是，所以我们今天来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好，就有请两位。好，首先从颈部的伸展运动来开始啦。先坐着，然后把身体坐直。身体放松，肩膀也放松。所以第一个就是头部和颈部要左右转动，先把颈项向左边、右边转，还到了最后右边转，对，到了最后停顿5到10秒。在这个姿势应该觉得左边的这个肌肉啊，这里颈部的肌肉有被拉扯，微微拉扯的感觉。然后回到中心点，然后向左边。对，同样的，往左边转的时候，应该觉得右边的那个颈部的肌肉有被拉扯到。一样，就数5到10秒，然后回到中心点。Okay. 左右转动各每一边都做10到15次。Okay. 所以这是颈肩的部分。对，另外一个简单的颈肩部的运动就是往左和右侧屈。所以先把头和颈部往右边。侧屈，对，同样的，在这个姿势应该觉得左边的那个颈部的肌肉有被拉扯的感觉。这时候需要用右手稍微拉一下吗？你可以这样子做，可是主要就是回到中间，主要就是要打破那个久坐不动的那个恶性循环了，就是呀，要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动动颈项。是。好，那今天还有几个不同的动作，对吗？对，所以刚刚所说的就是颈部的运动而已啦。接下来就是上背部的那个，还有肩膀的那个运动。所以肩膀可以把双手放在肩膀前面，对，然后尽量腰还有背要坐直，然后手还有那个肩膀往后画一个大圆圈。因为上班族长时间在电脑或者笔记型电脑上前面打字啊，时间一久的话，很容易就好像驼背啊，或者往前驼，这个就能够让大家好像帮忙，伸展那个上背部的那个动作。然后还有一个动作是哪一个部位？对，也是上背部，就是那个胸廓的地方，这个就需要一张有倚靠的椅子，尽量。身体往里面坐，然后腰和背向那个椅靠靠着，双手放在颈项后面，然后往上扬。在这个姿势的时候，记得要继续呼吸哦，不可以停止呼吸。不要憋气啊，整个过程。对，不要憋气啊，5到10秒，然后回到中间。重复的做10到15次。对。这个动作大概建议大家每隔多长时间应该做一次？1-2个小时多做一次。这么频繁？
对，就是一两个小时在电脑前面，总要松一松，休息休息。嗯，但是不一定每次从头到尾做到完了哈，你做一个部分也可以。对，然后就每一两个小时都做一样运动就好了。哦，一样的运动啊。对，然后就是做，好像如果你现在做颈部的，两小时之后做上背部的运动。对对对。嗯嗯。根据平常是。一般上根据你们平常接触病人的经验哦，这一类颈肩僵硬的问题在新加坡，尤其是年轻人之间到底有多严重啊？会就是像调查显示呢，我们是有看到这一部分的那些病人啦，还有手背。手部运动啊，手部的运动，所以如果跟大家讲手部的运动，对，一样的，肩膀和身体要放松，不可以硬邦邦的，把左手往前抬，然后手腕的地方往下拉，这个运动呢，就是拉上前臂这一块肌肉，可以一样维持5到10秒，然后放松，重复做。10到15秒这样子，做完了往下拉，对吗？可以把手掌心往前推，用右手把手腕往后拉。在这个时候，应该是觉得手臂前臂啊，这下方这一块肌肉会被拉扯到。停顿5到10秒，然后重复10到15次。好，那最后就是要动一动腰了，是不是？对对对，动一动腰。所以动腰的时候，那个椅子最好是有那个扶手。对，然后一样的，把身体放轻松，不要硬邦邦的。我们先往右转，转到尽头就双手就推着那个扶手。对，应该觉得背部啊，还有腰部有被拉扯的感觉。一样要不要憋着气啊？然后回到中心点。然后又往左边拉。这时候是不是应该听到这个脊椎都有声音了？有时候会，我自己也会。但是基本上做到自己可以做的地步就可以了。对，不用过分的去扭动它，对不对？是，能够转动多少就转动多少。好，谢谢杰婷。你说这些动作可以在怎么样的程度上面来缓解这个疼痛的问题呢？ OK， 因为主要大家颈部或上背部酸痛僵硬的问题就是久坐不动。其实不是电脑或者手机的问题，是久坐不动的那个问题。对，所以如果你可以真的是每一两个小时就起来活动活动筋骨啊，它真的会缓解酸痛或僵硬的问题。是。那其实这个必须要长时间坐着的话，那有没有比较正确的坐姿呢？对，所以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需要长时间做。通常我们都会建议大家做的时候啊，双脚要靠，真的是要有靠着那个地板啊。然后椅背啊，要那个腰还有背部要靠着椅背。手部的地方最好就是有支撑，在90度的那个角度大概啦。为什么长时间翘脚是个坏习惯呢？因为它可能会造成腰部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其实不是，同样的，我刚才说的不是那个翘脚的问题啊。如果你翘脚不是那个问题，是如果你翘脚太长的时间，才会有问题。我听说有的朋友讲那个脚下面放一个小架子这样子，对，这样是比较好吗？是，如果你的双脚是有支撑的，会比较好，会让那个腰部比较舒服一点点。不要记得是时间啊，是时间，这个要注意。好，非常谢谢两位，谢谢。好，也感谢大家收看啊，欢迎观众朋友可以浏览我们八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的网站，以及狮城时事面部网页收看网络视频。是的，狮城有约今天就为你进行到这里了，明天我们与您再会。再会。